the door is just flung wide open for me as a performer. 但是之后呢，因为我呢，这个也演有非那个有那个舞技精湛嘛哈，而且呢跟着小甜甜布兰妮去参加世界巡游演唱会，然后在纽约的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另外在这个洛杉矶的 Staples 剧院一起表演，这些大的这个场面见多了之后呢，也这个是演艺的舞台呢，就门呢就一扇扇向我打开了。Speaking got added into my life later, so performing was the first 4 years of my career.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表演哈，表演呢是我开始职业生涯之后的这个第一项事业，之后再开始的呢是我的这个演说生涯。I did not want to be a speaker. I thought when I retire, then I will become a speaker. 但就像他在那个录像当中说的，其实他并不是很想当演说家，他觉得演说家是那些已经退下来的人从事的这个退休后的第二职业啊。